哦，咱们今天都是福尔康，福尔摩蜜，福尔摩伦，福尔摩韦，福尔美甲，福尔美甲啊，福尔美甲，福尔美甲啊，福尔马林啊，福尔马林还行，我就是福尔马林，我直接给你搁箱里了，泡你啊，真的是，您是半年的，队长怎么着？大家都默认这件事，邓队，这一定是今天的队长。哇，这小手儿，这小手儿，我，这一期我们的队长是文哥，你看看，哦，文哥终于当队长了，祝贺，伦队，盖上吧，别让大伙看，行，给你盖上，当一期还给盖上，太帅了，得盖上，我就当队长。今天我是队长，对，行，你走第一个，谁？你，没问题，就是你走第一个。队长说啥是啥，你走最后一个。啊，我什么？队长，你不能这样。龙哥，今天如果说再有那些东西追咱们或者怎么着，咱们是原地蹲下还是乱跑？一分跟走，咱们下跑。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这样，队长什么样，咱们就学他什么样。可以，是不是？因为队长有带头作用。他叫唤，咱们也都叫唤。我先练练，我先预习。出来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烦死了！